手菜，西班牙炖饭应该是我最强的，或者是 Beef Wellington， 或者是烤鸡蘑菇汤。现在有两本书、眼药水、口罩、墨镜，少化妆就好，少化妆，然后多洗脸，多吃水果，多运动。就我现在没化妆，对，很骄傲的感觉，开玩笑的。发带就是那种头巾或发带，就是可以直接把头发梳起来的，还有是那种小夹子，可以夹头发。关心自己多一点，爱自己多一些，然后我的东西随便，有时候看一下电影就好，对，不要把时间花在我身上。谢谢大家，就是谢谢粉丝嘛，对，可是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，然后多充实自己，比较重要。